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赵王班长，哎，中午赵母呢？没看见。赵母呢？ 门神，所有人上车，撤！ 各车注意，全速前进，务必在20分钟之内到达3号区域。一个小小的突击骚扰，坏了整个作战计划。营长，敢这么干的，已经是肖郎特战队，打起来不要命，跑起来也不要命。 300米，100米。
나가. 班长，你回来了。小兰，哎，考了。好。大胆，你帮着小兰一块考。大胆，大胆哥，大胆哥，肉来了。哎，喝水。谢谢班长。 怎么回事啊？狼头说要给大点处分。啥？这立了功。 还得受处分，这样，我跟石大胆一块执行任务，要处分把我一块算上。老班长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帮他做说客，劝劝我是不是？我不是劝你，这石大胆他不想输，不想让肖狼输，他不想让我带着一场败仗回家。 这兵可不是这么带的，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你这么做失了人心。站住！老班长。 老班长，有些话是您跟我说的。您说战友是什么？战友是我们的枪，是我们的眼睛，是我们的后背。想在这个战场上活下去，战友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。就把这些兄弟拧成一股绳，变成一个人。
无非就是两点，一是默契，二是纪律。这话是您跟我说的，我都记着，您别忘了。天亮啊。哎。刚想起个事儿。怎么了，大胆哥？我的火柴给丢了。我这还有两根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小梁就是我们的军需品啊。大胆哥，你不能瞧不起军需品。谁瞧不起你了？1998年洪水的时候，我爸妈都没了。那时候我还小，奶奶说我是吃着抗洪部队的军需品养活的。所以就叫梁军需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行，哎呀，要是哥能在萧郎继续待下去，以后啊，你就给哥当大头。啊？啊什么？奶奶，等眼睛回家，咱拍100张照片，都洗出来。哎呀，老班长，哎呀，我没事儿。哎呀，倒是你欠我一个大人情，我这可是背负着一个处分的代价，把你这尊佛给高高兴兴送走的。哎，我是走了，你小子以后多长点心啊。都说这萧郎的祖坟上长着一棵酸枣树，没错，这一撮撮的那全是刺儿头。谁刺儿？都是刺儿头。哎，这话没毛病啊。要说咱们萧郎啊，最大的刺儿头就是柴副处长，这第二个就是属你贺天高。哎，班长，这我要刺头的话，那您就是枣树呗。肉来了，肉好了。哎哎哎，来来来，肉好了，给我留一点，怪我都不能吃啊。抓紧时间啊！给我来，给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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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狼一号，小狼一号，指挥部呼叫。亮，快！我是小狼一号，我是小狼一号。狼头，有情况。哎，湖口台附近，我军一架运输直升机被蓝军击落，他们携带有重要情报，命令你部迅速展开救援行动。湖口山附近有咱们小分队，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立即行动。通知调查员，在湖口山组织营救。是。肖狼二号，肖狼二号，我是肖狼一号，立即到湖口山展开救援行动。任务简报会马上发送至你的控制终端。搜索湖口山地形图。是。有任务啊。对，湖口滩营救行动。可算来任务了。再这么窝着，都给窝出毛病来了。大家收拾装备，行动方案一会儿发到大家的个人终端，出发。